这个问题是这样，尿酸高与这个糖尿病有没有关系？那我们也知道，我们在我们体内的代谢呢，是有各种营养物质的代谢，包括这个糖代谢、脂代谢以及这个嘌呤的代谢。那么很多现在来说呢，肥胖的患者呢都会出现各种的代谢紊乱的情况，包括糖代谢的异常、脂代谢异常以及嘌呤代谢的异常。那么嘌呤代谢的异常呢，会导致一个高尿酸血症，那么以及这个发展的严重呢，会出现一个痛风。那么痛风会出现痛风性关节炎以及痛风性肾病等等严重的后果。那么血糖异常呢，会引发糖尿病等一系列的并发症。那么这样的很多代谢性的疾病集聚在一个人的身上，我们看到集聚在。